莫名其妙就干上了 ，OK。而且基本上没有人在打，只有我在打。我也在打。哇哦，后羿刚好就跑这个地方来。又发生什么事情？真的是莫宰殃。已经有人九 P 了，也不知道怎么死了。I feel good。那个小降落伞，黄色的那东西什么东西？我刚刚也拿了一个。抢到了！你抢到什么？抢到一个小气球。每个人都在抢。刚才这个人把我从这个小家伙、小矮子把他从地上抢走，我就一直追着他杀，然后我也把他抢到了。哦，放这个篮子里面，放进去了。哦，你抢到东西然后再把那个是不是？对，放到那个篮子里面。还有没有？哦，来了，看到了，啊，被人家抢走了，混蛋！啊，这个我一定要。哦，过头了，哦，抢到了。佳琪，我来了，上路。呀，又抢到一个！哇，这个枪兵好难打，好难，好一直活着。我又抢到一个，哦，金牌，金牌，太好了，又一个 chest。不错，蛮好玩的。我没有东西要。你这有卖东西在哪里卖啊？对面，流沙对面。流沙对面。对，你要过流沙，那边有一个小镇。这里是不是？古老的小镇，不是，我说是不是这边？等一下，我不知道你在哪边。OK， 来了，佳琪。Sorry。那个 Sandstorm 要来了。哎，你过去了。对。哦，我要淹死了。赶快，可以 ，You can do it。Yes。在这里吗？对。哇呜呜呜呜呜！我也是。哦，过来，混蛋！在哪里啊？前面啊，哎，这边有人卖东西的，我记得这里啊。我还可以修东西的，先修一下。哎，那些 merchants 都跑去哪里了？还有这边上次我来还有养东西的、啊。哦。这什么地方啊？我不骗你，上次我来还有 merchant 在里面的。嗯，我只要下来，那个什么，我离那个的话会不会那个就没了？你说离开 game 的话？对，那个 chest 是不是就没了？哪个 chest？ 我两个 chest 还没开。
照道理说应该不会。唯一看到的是在上面呢、欸，那上面怎么过去啊？哦，你看到一个 merchant 啊？对啊，在麦上是上面。嗯，是不是这里走上去啊？没有，哎、欸，我没有东西给你好了。Boss, damn! 哦，真的嘞，有 boss 在里面。你知道 boss 在跑，你知道从哪里发生那个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我 waypoint 出来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嗯。我们两个逃命，刚逃得好快啊！对啊，大家都要过去打，我们两个逃好快、欸，他们都进去了，要不要进去？啊？哎、欸，他们都进去了。呜呜呜！Oh my god！ 我已经要荡了，好厉害啊！哦，不行，我要先休息一下，我这样不行。我被打掉了。哦哦。我飞起来了，还有三个，拜托 ！Oh my god！ Oh shit！ 还有三个，不是一个，还有三上来了就安全了，安全个屁！射的是 out of range。嗯，大家都上了，四个人上了在那里。哦哦哦！小琪啊，来我家坐坐吧。哦、oh, ，shit！ 来我家坐坐吧。Oh my god！哎、欸，小安，过来救我一下！来了来了，我要换一个 skill 啊！ shit！ 旁边那个家伙，救他一下。救吧。快干掉，快干掉！还剩一只。Yes。哎、欸，小安在上面，上面。哦天！哎，跳不上去，跳上来了。可以。哦，小安在上面好。对啊。来，给大家一个。
拿 chest， 哟，有 chest 的，又拿到了。Oh fuck， 我又是满的。What the fuck？ 大家跑过去修了。哇，这个 boss 突然就出现在我们两个屁股后面。哎，你刚才没回头就跑了吧？啊？我说刚刚他一出现在我们后面的时候，你没有回头就跑了吧？我他就在我后面，就在我旁边啊。对啊，我连头都没回，我就他就在我屁根的 ，OK， 他就在我屁根这样跳出来。我说，然后马上那个 screen 上面写的是 boss， 那我没辙，我就赶快跑了。我也是，我连头都没回，那个旁边那个荧幕旁边右边那个 boss 那个一出现，我一看在我们后面，我也是头都没回就跑了。因为我不需要回头，因为他就在我的那个，你知道吗？他。刚才有是我们英雄的仪态。哦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地方修。不是找地方，找地方那个 offload。哦，里边又开始了喂。我要想办法下来了，但是我那个 chest 一大堆东西，我那个怎么卖啊？OK， 哦哦，有一个，我抢到了！哦 ，go go go！ 呜呜呜！抢到了！像那个什么 armor 这些东西，那种蓝丝好像没有人买吧？你看他现在卖 suggest 的那个 price 多少钱？在他的 auction place， 他的 auction 大概一个月前左右，改过了，就是改的很跟以前完全不大一样，所以会有点 confused。但是呢，基本上他的 function 那些完全都还是一样的。只是它的位置有点不一样哦， oh， 我又 level up 了。哎，还有啊，这是结束了吗？结束了吗？我还拿着干嘛？送给我做礼物吗？哦，他送给我做礼物，好可爱。我也想买一个那个小怪物。哦，这个好可爱哦。哎，又拿到一个券。这可以换东西吗？为什么一直拿到这些东西啊？什么烂石头什么的。